大家好，我是杨丽萍。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华人春晚，非常的高兴。在这里，我祝全球的华人华侨虎年大吉，阖家欢乐。是不是杨老师今天也给我们的节目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新年礼物？是，今天带来的这个舞蹈呢是原创。和这个通过我对家乡的一些生活串作出来的舞蹈，它叫春牛。春牛，我注意到您手上一直拿了一个铃铛，这就是牛铃是吗？对，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牛铃拴在牛的脖子上。是，好清脆啊。远远听到这个铃铛响就知道牛来了，牛来了就知道春天也来了，要来了。那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舞蹈的舞者是您的学生？小金花。一个青年的舞者。他也是我们跟我一样大理白族人。十几年前我就把他从村子里带到了舞台上。他跟我一样也放过牛，所以呢他对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，他的身上充满了生活和自然的气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老师原创的这个作品，由金花为我们带来的独舞，名字叫做春牛。